梗要啦，大佬。你份饮咩嘢？系喎，睇唔到佢喎。咁好啊，好啊，呢个冇介意嘅，多谢啊，苹果。这个，这上面，这好吃的肯定是这也是走西的。这是上场，只要带皮的。对吧？这个看过一次了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嗯。关机重启。啊，对。跟排骨一样大，好细喎，豆啦。这个好了，姐，你一拿，就这两个啊。对，我一拿。带有带劲的，看着好不好诉人呢？你放心，在这卖几年了。我看你老在这卖，啊，还敢买？送人行，我给你抽真空也行。抽真空吧。啊，好看一点吧。啊，对。然后带走了，都抽真空。来，要看卤汁。这一块五，一块五，有什么的？甜。赶紧来呀！对。快撕给我看，南墙活络这个啊，快看哈南。哪一个？干嘛呀？看一下两块五，两块五。两块五，两块。哎，两块五。看一下两块五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芝麻、花生。10天左右，加盐走啊。要哪个口味？我给你讲。好了啊。好。想想。半天的时间啊。
谁都便宜。哎呀，买那个羊毛是咋卖？啊，听到。尺子咋卖？5.2斤。这是3块钱一斤啊。有病啊！没有两斤。小的十三一斤，200。这个，来，西葫芦片，一个，嗯，三块。五个，我是6个。